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 所提供的录音《唐诗三百首》第34首《晨旨超师院读禅经》，刘宗元著。晨旨超师院读禅经，刘宗元。七经诵寒气，清仙火电化合，寒地不入丝，不出动在痛。尽管了无期，梦境是世中，为人既可怜，相信何有相。读人定一见，太谢两情调，一出无落意，清香一个梦，但愿你敢说啊，我往心主家。晚 LibriVox 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